因為我是 Mira， 今次嚟到台灣當然不可以少得夜市環節啦。咁我上次就去了寧夏夜市，今次咧就要嚟呢一個南機場夜市。如果其他夜市的話咧，賣嘅嘢食咧就重複性是高的，但係南機場夜市咧係冇乜嘢重複的。咁而且呢度有很多米芝蓮推薦的餐廳啦，附近很多的住宅，又被稱為呢一個居民廚房。所以今日咧就諗住嚟爆食啊！但係咧好可惜，我見到夜市門口咧有兩大門神。是必食的，但我已經看到它是收了了。但我們現在只是八點，是應該要早一點來，不過不要緊啦。這個湯燈就是哦，乖哇，不會按摩手湯的環境，純湯燈汁耶。哇，它有加水嗎裡面？對，哇，我知道謝謝吧，可是沒有。哇哇，什麼马西酱呢？跟上走。冲龙，安这样的烤这个汤汁。这是果肉打得很烂，完全没有水，好特别，我觉得。口渴的时候喝它会觉得。对，你在台湾。哎，这个好像很有名，这个蒸饺。见到它的皮是好油好嫩。感謝它原味先，嗰個皮唔係幾厚幾嘅好脆喎，但我個人咧都會中意點應該係白醋。這個你我會去買一個。嗯。因為它味本身咧係比較偏柔和少少啦，我自己覺得佢點完醋再加辣椒醬。很复杂很多。香港有那个话吗？就是爱吃猪的女生会吃猪。猪肝饭，哎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。所以我们要一个猪肝饭吗？哎，我要煎哎。都算大粒嘅，但佢呢个系劲代代代，好似好有蛋质啊，好有蛋质感觉。很 Q 哎，就很像多的，我觉得上次比较好吃。宁夏也是对。可能这边就是那个饭比较有名吧。对。我在煎好吃很多俾客人煎，去到我哋四个人啦，即系我哋至少要嗌三样嘢，所以我哋先至分开。本身我哋想嗌综合，你好难得咁，我觉得这边的东西都好饱啊，都是饭啊，荞麦、萝卜、有蛋、咖喱菜，仲有一个系冬粉，然后又有那个喷酱的冰。芝糕是荞麦吗？对，什么猪糕？可是跟芝糕有什么分别？芝糕是什么？芝糕饭吗？不是有一个？因为你不是台湾人哦。哦，佢个蛋唔错，系流心的。我觉得一齐食几好食咯。那这样一组里面有不同的东西？哎，发现这边不太大，真的就是这个主街，然后就没了。两个会点吗？到底？不吃。哦。不知道。嗯，好，再见。但是，它这个蛮好吃，它好吃哎，它有肉汁，嗯嗯，好烫哦。我觉得会好特别，它有豆浆红茶咯，但系而家我觉得饮奶类比较饱，下次有机会试下先。一人一杯，我以为我想说你两个人喝一杯，因为我酸梅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喝。可以，嗯。果然他不喜欢，我本身以为这个是酸梅汤的感觉，但因为可能会写住甜梅，所以它完全没有酸的味道，它只得甜，但因为我嗌红茶，所以它会有一种茶味的，但是因为只它嗌了红梅冰沙，只得红梅的味道超甜，那个糖度是没得教的，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为它搭了红茶，有少少红茶那种甜甜的味道，相对来说比较好，个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它加了柠檬青柠酸一点会我比较喜欢一点，但 Josh 那个呢就正常鳳梨綠茶味道咯，係比較解渴啲嘅，我覺得喺呢個時候。完全係分唔到究竟係咩味，所以唯有逐個逐個打開，三個味都嗌曬嘅。這是奶油，這是奶油，一個基本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这么吃，这个是奶油，这个是爆浆。牛奶香吗？哇哇哇！这么是个蛋黄哦。啊，
很香，虽然它没有拉丝，但是我觉得可以。它有那个对，它爆浆了可以。有那个也可以不放。它巧克力有点偏苦的，我自己觉得起司最好吃，排名就是 cheese 很高，巧克力高一点点，然后招牌一下下面。Yes， 臭老板在这里。你要什么辣？小辣好了。哎，它还有酸豆，就是酸豆。哎，我觉得汤很好吃。你第一次吃汤吗？对，我超爱吃汤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吗？它就是很香，我觉得不是臭卤豆腐。还刚才喝一个，它是。哎，它可以耶。我看了，근데뭔가깔끔해黑酱骨嘎达呀，然后它的味道很浓郁，也不会说很咸，但是一点小一点点辣。加九层塔很好，我第一次看到，很好吃，很难辣。我觉得爱吃臭豆腐的人就会很喜欢，嗯，然后不爱吃的人也敢吃，对，我觉得很棒哎。哇，鸡在哪里？头先系我哋食呢一个猪脚饭嘅呢条街度，原来系。哎，它很不显眼哎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可是那个草莓是没有了吗？水果都没有了。太晚来了啦，我们。哦，好可惜哦。好可惜啊！頭先佢話咧，水果係要早啲嚟，或者係咧，就前一日打電話過嚟訂先有。而家太晏，而家先幾點？先九點半。那绿豆对，还不错，它的皮也蛮 Q 的，正常好吃的传统口味，我觉得就是很香了，它里面很香。因为本身酒量没有酒精还是食用好，它小颗可以很多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喜欢配基本的甜汤，여기짱면的저작은거可是我以为酒量是甜的，对，我以为它是甜的，我看完全盘麦是看到的，我说酒味蛮重，对，소주만들때아달다하는다汤干嘛吃？맞아맞아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吃汤圆，我现在只喝那个汤。我觉得多喝几口，它很清爽，它酒味就是可能习惯了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好啦，我哋食到超级饱，而家夜晚十点啦，都系食咗两个钟。但我想讲咧，系好多嘢食都系饱肚嘅，好多基本上都系饭啦、汤圆啦，仲有鸡蛋糕啦。但我觉得咧，基本上每一样都好好食嘅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嚟呢个南机场夜市嘅话咧，真系要空一个好大个肚过嚟。最可惜嘅就系咧，出面嗰两间我哋完全食唔到，所以咧嚟呢度好重要嘅第二个 point 就系要早少少嚟，因为我哋迟嚟，所以食唔到呢两间，同埋食唔到嗰个水果麻子。好啦，今日咧又系一个。爆食嘅一日，非常之開心，非常滿足，所以而家咧要翻酒店。我甚至乎而家飽到咧，我諗住散下步下一陣。睇如果酒店唔係好遠嘅，我哋可能會諗住行翻去。好啦，第三集收睇，下條片度再見啦，拜拜。